哇，啊，OK，真假？走吧，你那就太开心。让座，我都让人半截料给我屁股来了一下，随便吧。我还在想，结束了吗？我不知道啊，你要不要问问那边那个？我们回去跟品超那边商量商量好，我问一下吧。吧，反正蛋也对。发黄了。我要买这两只。你拿，对，你拿。这个你到时候还给那个，还给瑞哲。瑞哲的。瑞哲走了吗？瑞哲肯定没事。瑞哲走了，来要怎么的？那要跑。哦，那应该没结束。那刚刚那个烟花是什么意思？他们火炭呗。不是那个烟花呀，就是。放着玩呗。放在天上的。不是，他那个是在就是在楼那里炸的呀，就跟我们一开始就是我们一开始开始的那个烟花一样的。那再转一下，你们要漏弹二吗？三四五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哎，然后我们是不是刚刚是不是有个友军小伙？没有。我前头几个人。哎，你们打吗？一二，好吧，去吧去吧，一二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把灯关了吧。你后面头灯。我的，我说的。关了关了，那就我打头呗。那你早就走了。对，你打。我也不是百分百能看到人。我得定下来，否则我会死。前面没有人。一二三四，为什么一看树，我看树林就没有影儿，没有影子了？为什么？没有。一二三四五七，累倒不累，就觉得他妈的，我现在这个 ID 有问题。左侧有人，左侧三个。没有。没东西，看不见了。往右照。远处得靠它，往右靠一些吧，你这太疼了。那啊，操，他走的太前了，他这什么烟火啊？我操，一直闪。我看不见了，我先挨近，我哪里啊？你就打，认 rifle。